舞台上扭腰摆臀，乐天女孩替品牌站台现身电器展，台下粉丝嗨翻了，疯狂挥手要上台拍照。电器展不止美女云集，商品优惠也深得人心，让现场人山人海。旧的冷气比较耗电，想说新的会不会好一点？这一次比较便宜嘛，那就顺便家里换了三台，帮家里看一些冷气啊或家具之类的。电价上涨，换省电家电折扣多，买气涨了三成。政府换新机，减征货物税，最高补助5000元。三 C 限量五台85寸电视下杀超过20万元。Sharp 水波炉等厨具组现省2万多，只有10组现场秒杀。大同电视折9000元，再送电风扇，还有普发6000优惠，价值破万奇美小家电三件组6000元带回家，省了蛮多钱的，原本2万多变1万多。所以我觉得还蛮吸引我的，电价要涨了，是不是？我离开房间的时候，所有的电器哦一定会全部关掉。促销出清，因为我们现在5月份陆续会出新机，但那个新机的话就会涨价比较多，最多可以省到10%到15%的电。啊，冰箱的话就尽量你也不要开开关关，或把比较旧的换掉的话，通常也都会省到有10%左右的电。白人还教学变频冷气、一级能效冰箱、厨师清净机，要选压缩马达好的，都比较省电。而冷气建议24到28度，比外面低2度，开8小时以上最节能，可别让夏季电价吃了荷包不自知。欢迎新闻张焕先、白云飞台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